是小圆宝，妈妈今天哥哥不在。对，小巴在玩那个 Scratch 的城市。对，他不想要拍。今天呢，我们在 Costco 买了快一车了，一车还没满，快满了。这个是冷冻蔬菜，265元。这是第二次买，但是回购的商品，它就是很方便。我觉得就是快速的时候可以不用去挑菜。它还有白菜，我最喜欢吃白菜跟绿菜了。对，阿玉最喜欢吃这个白花椰菜跟绿花椰菜。那在菜市场买的这个绿花椰菜、白花椰菜，虫都很多很多。我每次一朵一朵切下来，然后在那里看很久有没有虫藏在里面，然后都要慢慢一个一个挑出来，然后可以省掉我挑菜的时间，真的很棒。那就直接冷冻的，锅里面放一点油，然后把你要的分量放下去，然后再加一点点水，然后一直炒一直炒，它就可以变成熟了。而且它没有那种冷冻蔬菜的味道，它还吃起来不会有冷冻蔬菜那种味道，我觉得还算可以接受，好吃的。所以还是买了。然后里面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有那个小小的红萝卜，平常会很少看到有人卖的。然后还有黄色，刚开始我以为这是地瓜，结果是黄色的萝卜。就是这样，四种蔬菜在里面。哇，好恐怖哦！这几公斤呢？大家黄色，那我以为看一下几公斤。黄，大家黄色了，嗨，我以为是那个不好吃的东西嘛。是2.49公斤，这么重？我们的发票又撕掉了。还有小白菜，这一包是85元，因为菜价变贵了，所以还是在 Costco 买是比较值得的。这样子你看，每一颗都很新鲜，没有烂烂的。这是1斤，85元。之前有买过空心菜，觉得空心菜纤维好多啊，所以这次就不要再买空心菜了。还有这个真品飞机鹰细豆腐。豆腐就是我很常买的啦，一盒一盒的嫩豆腐，10元，我放冰箱了。大家，这个面包我要给姑姑吃一个，这个细豆腐，一盒10元，可以凉拌啊、煮汤啊，或是做麻婆豆腐。主频道有麻婆豆腐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主频道看这个麻婆豆腐。那天我是用板豆腐做，那个麻婆豆腐也可以用这种细豆腐做。哇，你那粘住了。还有叉烧牛肉牛番茄，165元，总共有8颗，或是6包。多重呢？其实常常买都不记得，950公克这一盒，等于一颗差不多是20.6元。还有益美马芬面包12个，这个马芬面包一个除起来是7.41元，它是纯素的，没有蛋奶，这里有写素比，可以这样子当一个早餐夹东西，或是擦乳果酱。还有这个运动内衣铺码的，我觉得这是我买第二盒了，它一盒里面有2件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对，冷冻乌龙面，这是冷冻乌龙面，这乌龙面第一次买，还不知道里面长怎样，打开看。这一箱是205元，然后总共有10包，所以一包是20.5元。所以我们打开喽。这边有一个洞是自己有的，不是我用的，然后大家都按着这边破的洞来撕。哦，是长这样的，有2袋，一袋，再来是一袋，然后一袋里面有5包，就一包一包没有调味料的，这样子的乌龙面，一包差不多1人份。对，我跟大家说过，我要给它这里有写哦，每一包是
薯、淀粉和盐，它是放在那个很多什么即食料理的那个冷冻区那边可以找得到。美国马铃薯229元，就这一袋，也买了很多次，4.54公斤。这个都有。它平时我觉得有一点参差，就是有时候你削的时候会削到黑黑的，然后想说都吃了也不好意思这样子拿去退，所以就把黑的削掉，把大部分的，一颗里面可能1/4啊，或是1/5都是要被削掉的。因为它就有点黑，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比较好一点。大家，我知道会怎么。大家会是不是买这种美国马铃薯都会有这样的状况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。所以呢，我知道为什么买那个菜市场会有虫，因为那里真的很多虫，但我去的时候一直抓你。好。彩色甜椒是229元，229元，总共有6颗，1颗是38元，算是很便宜的。那个有时候我去菜市场买1颗都要50元。还有这个好菇道的有机组合，好菇道的菇有6个，3包雪白菇，3包红喜菇，这样子。1包算起来是28元，还有零卡可乐，零卡可乐这一箱有32入，是349元。第一次在 Costco 买这个碳酸饮料，这样一大箱，通常都是买果汁或是豆浆而已。就是天气太热了，然后需要来喝一下凉快的，然后又怕。太热量太高，所以买了零卡的。对呀。零卡的可乐我喝了，我感觉口感没有到很难喝，它跟那个有就一般的可乐味道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还算可以接受。我比较不可以接受的是那个白色包装，它有写纤维的纤的，那个味道就比较难接受，我比较喜欢喝这种零卡的。我也是。你能喝有？最后就是有机豆浆，这样子3瓶，另外2瓶在冰箱，3瓶是169元。对呀、在冰箱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买这些。对，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我去买这个马铃薯的时候，我看到架上有一个是有拆开过的，好奇怪哦，所以我知道是什么，仔细看一下，我知道封口处是不是有被拆开，就保障自己的权益买，尽量选一选。我知道是为什么，因为店有人开过，觉得不好再踢回去，那样是不行的，知道吗？对，那我们看到漂亮的再拿这样子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 Costco 啊，今天总共买了2463元。那我们今天的 Costco 必买好物开箱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